伙，你干嘛还跟着我呀？晚上不讲同学聚会吗？对呀、啊。我礼服都配好了，怎么又穿这么好看的棉服去了？你还好意思说嘞？这同学聚会好多天才去，你叫我穿着破衣服去，是给你长脸还是给我长脸呀？那不挺好的吗？好什么好呀？你看，你出去就是、还带这么多钱干什么？哎呦，钱，这钱老公呀，说今天要不是我在后面跟着，早就跟叫结完了。这钱老公你给我吧，我今天啊说好了我请客了呢。你这个败家娘们，请什么客？哎，这一次好多年才一次聚会，同学们不都是这样子吗？